好好嘅入波机会啦，追平比数嘅机会。 好，大家都知啦，追平咗，相当有信心嘅一球啊！见佢走埋去射嘅时候，已经好有信心嘅，射得靓啊！呢场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！对强队咧，难免系要冒下险噶啦，呢场波应该好有睇头啊！云比沙卡位置咁一流挡住呢一球波啦，美斯。 美斯唔会想输噶，马田准备要射啦，要救到呢球波，你估咁易噶？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嘅。祖迪比宁咸，波喺尼马脚下啦，孙兴文攞到波咯，有空位俾佢啦。哇，呢球有趣喎！ 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咁样搞法唔入就梗系唔奇啦。个波喺边我未睇到。呢个波点追啊？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个波喺孙兴文脚下，今次得唔得啊？ 呢球波靓啊！搞掂，个波入咗。